哎，休息好了吗？下一位，加油！加油！直男双休！加油！我是来自成都 Best Cool 的肖志斌，大家都叫我 Bingo。 八式双肖嘛，那就是肖杰老师和肖志斌老师。肖杰带出来的，在 Loping 界里面，真的是没有看到有他们的对手，像传说中的人物一样。对，因为他们不光能起舞，还能 battle， 这个挺狠的。他是这么多 locker 里面，我个人认为最有质感。当他没有给肖杰毛巾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特别五味杂陈。王嘉尔这组已经把这届海选的那个台阶抬到特别高了。 但是当我走到王嘉尔面前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反正死就死吧，把自己跳好，哪怕挂掉了，你也不能丢脸。好嘞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三、二、一。 我觉得，布布的 battle 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我也希望我的街道里面有这方面具有能力的选手。帅！battle 了！batt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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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 知道，我们就说输了以后就是要难过一段时间，反正那个时候我还正在难过。他拉我，我才反应过来的。他说了两个字 ，battle， 本来血都在脚底了，这差不多已经干了。一听 battle， 我突然就上头了，你知道吗？春天了。 Whip up my appetite. Don't leave me here high and dry.
其实是特别感慨的，因为我跟肖杰自从搭档了之后就很多年没有battle 过，十多年了应该。虽然呢我跟肖志明现在不叫双肖了啊，分开了，但是我们两个还一直在坚持跳舞，没想到居然在这个舞台重聚， perfect。两个都给，两条都给了。我其实想在他现在这个阶段，在所有人的面前再证明一下他为什么是肖杰，所以我选择了把它放在 battle 里面。好，下一位。我叫 Snow 孙燕，来自成都帮，是李月莎莎，我是来自中国 X Two 的雷小阳。Let's go！ 吼！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！喜欢的话就是直接给了。我觉得我这边的选手应该是拔尖的，三 v 三 battle， 我还挺有信心。全体注意，猛禽争夺战正式开始，请两位队长带着自己祈祷的队员到中央广场集合。抢毛巾啦！抢回来两条。我有三条毛巾是不属于我的。我要再抢过来，对。哟，这不是开玩笑。Come on, it's crazy.